这位是唐一慧，浦江最好的律所陈玉慧，就是他们家。你好，叫一慧就好了。查一下他的背景资料。据说是蓝总的外甥女。可靠消息，他们行贿的法律顾问要换人了。你的心目标呗？少一个蓝总，那是一个大的商圈啊，身价加起来几百亿啊。 这件事你必须得够尽全力啊！拿出你首席律师的实力来。比起聪明人，我更喜欢有原则的人。合作愉快。喂，张总。